非常感谢导演和海清老师，还有各位主创，就是邀请我们来看这个电影。其实我是第一次参加就是电影的首映礼，然后我刚下飞机赶过来，然后我其实全程也怪我刚喝了其实挺多水的，然后特别想上厕所，但是一开始我就全程到最后。就整个人都非常投入进去，因为我在想，就是我一边欣赏着各位主创们带来的表演，但是我又一边脑子里面闪过，它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，它是来自张老师时代楷模改编的真实故事，那么我就一直在来回穿梭，然后我就特别沉浸在里面，因为我知道。我看很多镜头都会知道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很难拍，非常难拍，就各位主创多辛苦、多危险，导演有多不容易。那么在难拍的同时，其实我又会想到有更多的，比如说山鹰和山月，他们是在真实的世界发生的。所以，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能力，就是无法去做出评价和表达。但是我想说，就是这部作品是我看过最感动人心的作品之一。谢谢各位主创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